近日，由中国林业教育学会和国家林业局人才开发交流中心共同主办的北美风情杯2015届全国林科十佳毕业生评选活动，以展现真我风采、弘扬生态文明为主题，在南京林业大学举行。组委会对参与本次评选活动的优秀组织单位奖、优秀组织个人奖和全国优秀毕业生获得者颁发了证书，对全国十佳毕业生获得者颁发了证书、奖杯和奖金。在今后的评选过程中，组委会将进一步创新活动形式，丰富活动内容，巩固活动成果，希望获奖学生能够在未来祖国现代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做出贡献。